会发生事故，一定有发生事故的因缘。那跟开车的人的有关系，跟这家公司的一切也有关系。那当然，如果拜土地公，最好是不要拜昏的，就是不能拜昏的。那因为我们有一部叫《福德正神金经》，他最怕人家拿鱼啊肉啊来拜，因为对他们是伤害，不慈悲。所以你也可以改成素的以后，然后呢也可以拜拜还有观世音菩萨。然后刚刚我讲了初一十五，就告诉所有司机员工啊，我们不要杀生吃肉啊，然后请大家吃素啊，那这样就比较没有这些杀业，就比较少亏损，不然就会有车祸，很容易有这些障碍吧。